物理治疗科，考量社会脉动与业界需求，课程规划为五大核心，包含物理治疗、长期照顾、运动伤害防护、医疗器材与辅助科技及体适能模组，打造以实务为导向的教学环境，培养具专业特色及社会认同的医疗技术人员，毕业生升学管道畅通，就业市场多元。除了医疗院所物理治疗师，尚有居家物理治疗访视员、义肢装具师、运动防护员及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等。